和我妈今天到香山公园了。香山公园也是那个清朝的那个三山五园中的一山和一园。香山顾名思义就是当时的那个三山五园中的香山。五园呢是静怡园，清朝乾隆年间的静怡园。OK， 随着涛哥的步伐，我们一起去逛一逛香山。从香山公园的东宫门一进来就是钟灵毓秀牌坊，过了钟灵毓秀牌坊呢就是勤政殿。静怡园勤政殿始建于公元1745年，有正殿、配殿、朝房、假山、月牙河等组成，毁于1860年。2002年在原址上复建，2003年7月竣工。正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，殿宽五楹，外饰金龙和玺，内铺2尺金砖，为静怡园28景之第一景，是清代皇帝在香山静怡园驻跸期间处理朝政和接见使臣的场所。从勤政殿的北边这条路，往前720米到碧云寺，2800米到香炉峰。前边那个碧云寺就是中山先生的衣冠冢。从勤政殿往北呀，大概300米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是致远斋。致远斋也是这个乾隆皇帝驻跸期间处理朝政的一个重要场所。致远斋同时也是静怡园的宫殿区。出了智爽斋，我们继续往北走，看一下碧云寺，550米。碧云寺是北边这个方向。过了听松园，继续往东走，沿着这条路走，大概470米就是碧云寺了。索道今天不开放，我们待会儿如果去爬那个香炉峰的话，那就得靠腿爬了，500多米啊。我最开始还以为这个碧云寺也在香山公园里边，然后我就沿着这条路走，走到这个公园的东门这儿来了，公园北门这儿来了。我问了一下保安大哥，我才知道碧云寺啊还要出这个公园。从香山的宫门，北宫门出来，然后这就是碧云寺的大门，两个是挨着的，斜对门。碧云寺需要重新买票10块钱。碧云寺的山门口啊，有一对明代的狮子。然后过了这个石桥，这儿有很深的一条沟啊。看这个山涧，很深。穿过这个山涧，就到了碧云寺的山门。进了山门殿，有这个明代雕的这个哼哈二将，左边这个张口为哈，右边的这个闭口为哼，
就是哼哈二将。然后呢，这个哼哈二将是明代雕的，但是呢后来毁了。现在的这个哼哈二将是1992年重新塑造的。过了山门殿呢，就是弥勒殿。弥勒殿是中间供奉的是明代塑造的弥勒佛。我身后就是明代塑造的弥勒佛。我身后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里边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供奉其左右。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雕像呢是明代塑造的，只能从外边看一看，不能去拍照。从大雄宝殿往西，孙中山纪念堂就在西边。我身后是罗汉堂，罗汉堂500罗汉，仿照杭州的那个一个叫什么寺啊，建的那个罗汉堂，是我们中国四大罗汉堂之一，保存比较完好。然后过了罗汉堂，我们去那个中山纪念堂。前边就是中山纪念堂。我身后是中山纪念堂，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，曾停灵于此，然后呢，后来呢就辟为中山纪念堂。穿过这个中山纪念堂，然后我们去后边那个佛塔去看一看。哦，后边还有中山先生的衣冠冢。我身后这个牌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。这个道场是整个都是那个大理石雕筑的，非常的精美，也非常的震撼。我身后就是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，这个塔呢是碧云寺里边最著名的一个建筑。孙中山先生他的这个衣帽，当时去世之后啊，他的衣帽就封存于此。这个塔高34.7米，修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。
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，他的衣帽封存于这个塔内，所以这个地方又称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。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去香山公园，再到香山公园里边去逛一逛。碧云寺的山门、大门和香山公园静怡园的大门是斜对门，比较近。我们现在再回去逛一下香山公园。